啊？这边不开。来，这边不开。这是我们三合一临摹机的起出机。现在是我们清理口膜的时候，做产品这个膜口一定要清理干净。刮膜口的时候我们用铜刀进行清理，是为了避免伤到这个膜口。金属是不能直接和金属接触的，所以我们用铜刀进行一个膜口清理。怎么样？走一下吧。再走一下吧，料子应该够吧？一袋多了，一袋半吧。一袋半。一袋半，那个几方向？够了。现在膜口清理的比之前干净多了。模具的两边有堵头，进行外堵，是可以调整模具的宽度。我们在持续冲洗挤出机里面的杂质，它表面挤出来有一些晶点颗粒，还有一些杂质，这个时候需要冲洗一段时间，等它完全冲洗出来，没有杂质，透明无晶点状态就可以了。都冲洗干净，还在冲洗中。一般我们在清洗模具的过程中，时间大约20分钟到半小时不等。模具的结构采用衣架式的模头，内部有流道设计，专门针对 LDPE 临摹复合设计的流道。模具挤出厚薄均匀，不用怎么调整。现在挤出机的温度是250度，模具温度260度。现在冲洗的状态已经接近透明了。
A 支架的放卷主要用在于重载型包装，像纸张、铝箔会用这种放卷。以保持一定的张力进行放卷。电晕，通过将表面进行电晕处理，是可以有效进行涂膜。这是 X 射线测厚仪，主要检测表面的厚度均匀性、克重的均匀性。射线的厚度检测系统是可以监测到纸张涂覆的厚度均匀性。现在我们的纸张是270克，现在总厚是315。绿色代表的厚度均匀，红色代表的厚度高了，啊，绿色是代表的均匀性。来回监测厚度稳定性。X 射线是可以检测穿透性。所以它的数据采集是非常精准的，最大的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。烤箱主要是将纸张临摹之后烤平。